这是 Greystone 的501，是一套 studio 新装修。进门的右手边就是卫生间，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什么马桶、水池，还有 deep soak bathtub， 非常适合泡澡。整户看起来的话，这卫生间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再往前走是厨房，这是冰箱、水池、洗碗机，这是烤箱、灶台、微波炉、油烟机。啊，这是整个 living area。这边左手边还有一个 closet 衣柜，衣柜很高，然后挺宽的。然后这边是空调。